สวัสดีค่ะสวัสดีค่ะสวัสดีค่ะ没想到我们终于见到真人了卡德拉姆的中文讲得这么好还行吧还行吧对那个马格拉姆是我们泰国的泰籍的华人刚刚已经用萨瓦迪卡又跟我们的乡亲问候了那你用泰语跟我们的乡亲带来新年的祝福好不好大家说怎么样想听泰语吗想听吗谢谢谢谢卡哥就是新年对吧祝福新年对新年祝福好ขอให้ทุกคนมีสุขภาพร่างกายแข็งแรงแล้วก็เฮงๆรวยๆนะคะขอบคุณค่ะโอ้ขอบคุณค่ะทุกคนฟังได้ยินใช่ไหม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身体健康然后เฮงๆรวยๆ这个就是怎么说钱财源滚滚对对对对撸一撸我听懂了撸一撸这个跟我们潮汕话是一样的这有渊源撸很多啊对一个泰国的潮人非常我们就是一家人不是吗对一家人对我们的拉姆非常感谢你谢谢教了我们一句非常好的泰语我们拉姆非常受欢迎我们刚刚那个直播平台一直在直播上面一直观众在留言说拉姆来了邓丽君在线拉姆我爱你真的我们是特别热情对特别热情刚刚唱了很多邓丽君小姐的歌对但是我觉得听得还不够对不对够不够哇你看后面都站起来要求再唱一首是不是是吗是吗大家欢呼声在哪里谢谢我们拉姆最喜欢掌声和欢呼声共同一起来谢谢那我们再应观众的要求我想好此刻直播平台肯定在说再来一首要求好吗好好那带来什么拒绝呢那夜来香吧哦夜来香好夜大家一起唱哦这首歌应该大家好大家一起唱在看直播的朋友也可以一起唱好我们请拉姆继续带来夜来香谢谢他就是不想下台
所以就是掌声很大，所以有时候不想下台。哎呦，拉姆，真的非常感谢你，应我们观众的要求，足足唱了六首歌呀。对，我很开心呢，很开心，对不对？其实我们也很心疼拉姆，没事。对，今天拉姆的歌声非常的感动人啊，连天都流下了喜悦的泪水呀。对，谢谢拉姆。谢谢。那我们怜爱一下拉姆，让拉姆休息一下好不好？好，谢。下次必须要来汕头。对，下次再来汕头，好不好？再来朝阳。对，朝阳。好，好不好？大家都好不好？好不好？谢谢。让我们响起热烈掌声，谢谢，来欢送拉姆。